以。那你要不要先拍一个说明一下古根汉为什么会跳票的始末跟内幕真相？我们就拍帕瓦罗蒂来古根汉，然后跳票，后来他中枪，后来他就到金钱豹后医好了，这样可以吗？拍一个这样的戏好不好？你们这样高兴了吗？很高兴啊！我觉得拍出来应该在国际间可以增加呢台中的能见度吧，大家都了解台中文化特色。叫他用歌剧的方法，叫卡拉老师唱《心中无名的人》，这样好不好？要唱的话，你还是叫他唱《马英九真伟大》，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是要你台中的跟苗栗手牵手一起加入马屁文化。我想不要这样攻击嘛，我这样就是我攻击啦。你只是事就事论事嘛。好，就是论事。你己不必亲嘛，你胡婷婷一公。伊会使双性诶，我咱来拍一个迄个女生版的断背山啊！你早点来搬啦！我想问一下宋承宪好了，您住首尔吗？首尔可以拍什么东西？啊，那样子哦，我们这个韩国的偶像剧呢哦，其实已经风靡不是亚洲呢哦而已呢哦，是全世界呢哦。所以呢，现在呢，因为蓝色生死恋呢哦。不是蓝色蜘蛛网吗？蓝色，蓝绿蜘蛛网是不是？你有看蓝绿蜘蛛网吗？有那啊。蓝绿蜘蛛网本来要单独报戏剧类的，后来他没有报，报的话就拿最佳男主角被关了你哦，所以没办法你哦，阿别你哦，是哦，所以我们蓝色生死恋里面呢，那个海天一色的海岸，蓝绿蜘蛛网。不是，不是的，还有没有那么 lonely 哦？还有冬季恋歌哦。对，蓝绿蜘蛛网是生死恋歌，不是冬季恋歌哎。里面的那个纯白的雪景呢哦，还有我们大场景里面的文化古都呢哦。现在我们那个蓝绿蜘蛛网里面也有白云吃大肠的戏，也有。哦，那不能看呢哦，我们现在呢，那这几个观光景点呢哦，全部都是各国的观光客每年涌入很多呢哦，给我们赚了很多的钱呢哦。要我们偶像剧来台湾拍的话，我想大长今的话需要文化古都，你们的台北的那个中影文化城呢哦，好像已经荒废了，到现在就是拍一个鬼屋。对，鬼屋。鬼屋。我听说要去那边录影呢哦，以前一进门右边整片是停车场的哦，是。现在围起来什么屁事都没干。那边可能全部要盖大楼了。但是他也不让你停车呢哦。是。如果你要绕到那个快到蒙阿波那里呢，是，很恐怖呢哦。现在因为台湾是，我跟宋先解释一下，我们是因为台北的发展已经太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挪到南部去了。是哦。所以现在要拍。一些这个古装戏呢，都要到白河去拍，哦、好不好？冬季恋歌的话，我们要雪景也可以哦。听说台南的盐山也不错呢哦。盐山，盐山有那个盐山呢，我们可以在那边假装很冷，穿很多。七股连田，但是很怕你们的那个，就是有人在那边听说被推倒嘛，大陆不知道看我们韩国人会不会推我们呢哦。好，谢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马上回来。